的父老乡亲，大家晚上好。中国是个好地方，带给大家，谢谢。世上有个地方，这地方有广阔土壤，三山五岳层峦叠嶂，最高在青藏。两条巨龙相望，名字叫黄河长江，孕育无数中华儿女，流淌在东方。中国，中国 China， 中国，中国很大，不要个山清水秀好的向往，有空走一趟。中国，中国 China， 中国，中国很大，不要个地界人民好的梦想，有空来逛逛。世上有个地方，这地方有广阔土壤，三山五岳层峦叠嶂，最高在青藏。两条巨龙相望，名字叫黄河长江，孕育无数中华儿女，流淌在东方。中国，中国 China， 中国，中国很大，就要山清水秀好的向往，有空走一趟。来，现场的每一位泸州的朋友和我们现场的每一位领导，面对着我们日益强大的祖国，我们美丽的泸州日新月异的变化，现场的朋友五秒钟的欢呼声我听一下。中国，中国很大，就要这山清水秀好的向往，有空走一趟，一起爬起来。中国，中国 China， 中国，中国很大，不要这山清水秀好的梦想，有空来逛逛。泸州，泸州 China， 泸州，泸州很强，不要这山清水秀好的向往，来泸州来逛逛。谢谢，谢谢东川。